家长们要多给他这方面的一些引导和帮助。看那个小伙子，那个小伙子就是挥霍，那挥霍多长时间？挥霍的就是不到一年。不到一年就这样了、啊？就这样。那已经很好了呀。特别好，所以你孩子肯定也将来也能会好的，要有这个信心吧。我们可以来这儿看看超哥啊，这儿还有。好，那边还啊，这就是两个受不了，两个家长了哈。对，这儿还有。好，坐一会儿吧，坐一会儿吧，来，坐一会儿。来，过来。啊，好，来给我照照片啊。好。你们是一个村的吗？好嘞，好，谢谢您的支持。你看看这儿的孩子啊，郭涛老师，哎呦，都在这儿看，都在这儿啊。我都在那儿。哎呦，这个小姑娘特别好，拍一张照。佳琪，你可以跟他说去点吗？Thank you.